秋风，我在这边多养一个牧羊人出来哦。原本想要用我有铁巨人塔嘛，有红色染料，想说这里会有红色染料，结果没有，最近进的是洋红色染料，差这么一咪咪啊，反而换出了很多张床，有没有？这个也太多了吧，我帮你们交叉放好不好，交叉放可能会好看一点。好了好了，交叉配色齁，这样子感觉比较棒嘛。我也跟大家一起睡在大通铺里面，没换出来欸，真的很可惜欸。要再来一次吗？不然再试一只好不好。欸，有人要来就业了，有人要来就业了，看他要换什么。白色羊毛，棕色羊毛，白色羊毛要剪好久哦，不要啦。有没有快一点的？有剪刀欸，灰色羊毛剪刀，剪刀，剪刀可以，剪刀一口气帮你换满。我上一只也用剪刀哈，所以我现在剪刀有够多的。等我一下，那个绿宝石先丢在地上，因为我的剪刀已经多成这样了。换太凶了，有没有？到处都是剪刀，把鱼也丢进去。好了，换到新手以上了。噔噔噔，我都已经换到三十级了。村民致富，哎，可以换地毯哎，换一个这个青色地毯好啦，换，马上经过学徒，哦，有绿宝石，瞬间。就解决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还没到，帮你换绿色的床啊，还没到，再来换一点洋红色的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够了，够了，床已经到处放，快放不下了。哎啊，绿色染料，又是洋红色，啊！要不是看在这边花这么多，我才懒得换呢。不信邪的秋风，再来换一次啊！有这么多村民吗？哎，有哎，还是有。没有做事的村民啊，有有有，我放第三个了。第三个工作台纺纱机，来哦来哦，换好喽。来，让他升，给他升。升上去了，升上去了，这个有机会吧？哎，小爱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是红色的，太爽了，有没有？是红色的，不哦，还好有再多玩一次哈、哦。本来想放弃了，你看整整一箱的剪刀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是红色的。全部都分解成红色染料，红色的来了来了来了，专家换，我换，好爽，换换，哎、欸，没得换了，换到他不行了，笑到合不拢嘴，有没有？超爽的，大师有绘画，好，换一张给你好不好？哦，一次就三张哦，哎呦。绘画我就直接帮你贴在墙上好不好？哇、哦、好大张好大张哦，哇，这里太大张了，要限制绘画大小，应该是在这边放一个泥土，然后在这边哎、欸、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可以限制绘画大小了，这边也放一个二乘二的，这样放哎、欸、限制绘画大小，好了，都放上去哦。这边都有哦，有几幅画在这边，好久没有看到画了，因为我平常生存都不贴画的。哎、欸，他又可以换了吧，对不对？他补货了，去工作就会补货，哇，超爽的，哇，一口气全部换掉了，哦哦哦哦，你好棒哦，你好棒哦，哎、欸，差点忘了，我是要等流浪商人来啦，流浪商人不来。那我要自己去那个咯，去哪个哦，去沙尘师咯，你不来我就要沙尘师咯，哦，
不要逼我哦。好啦，我们去找陈思啦。我家的这一个后面是一块水池嘛，对不对？那里很有机会有陈思。你看我家后面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是我家嘛？我家后面有一个满是海带的水池，这里应该很有机会出陈思吧？还有那一格是什么？那一根是什么？只要找到有海中景色的，里面就有机会有了吧？哎呦，我家后方就是海底遗迹啊，很近啊，近到不行，有没有？已经要出了，这附近应该有那种小型的那种海底，那个也叫海底遗迹吗？怎么全部都叫海底遗迹啊？这一根柱子是怎样啊？我看他不顺眼，好不好？这个应该要留下来做纪念，对不对？感觉就像人叠的啊，想要叠上去盖一个东西，有没有？结果盖的不是很好的感觉，感觉一点都不自然。哎，原来海底遗迹离我超近的，就在这里，就在我家后面一点点而已。旁边这里还有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地狱门遗址！哎，在旁边呢。哇，这些都不是我要的啊！我现在想先杀个沉思，有没有可以显示沉思在的地方啊？你看，连北极熊都有了，应该有沉思吧？这里是不是刚刚有一只，有一些沉思啊？下面有岩浆块。这里有可能哦，哎，那里是不是有？这里是不是有？哎呦，感觉不好打而已，感觉超难打。等等，我听到沉思的声音了，有没有超多只的？超多只的，他们要浮上来了吗？有没有拿东西？哎，没有啊，好可惜哦。你们怎么不拿、啊？鹦鹉螺壳嘞？哎呦，一打一下就超远的哎！鹦鹉螺壳嘞，你们都没有，我是不是要让他们走上来啊？不然他们不走上来，打的也不晓得掉到哪里去了，对不对？要让他们走上来，所以我要想办法在这个的下面叠方块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坐上来嘞，坐上来才对嘛。坐上来我就可以射啦、啊！呦呼，呦呼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只南沙沙级的，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哇、哦，三叉级的哎、欸，还可以哎、欸，等等，我这样射的还蛮爽的，它卡住了有没有？你不要卡在那里好不好？由其他地方过来，哦呦哦呦。由其他地方过来，这个白痴可以过来吗？好，对对对对对，游过来哦，还用三叉戟丢我了，哇哇，三叉戟还蛮痛的，三叉戟会痛，三叉戟按，他把我的船打掉了，这个北七你打屁呀、啊，这个北七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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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好痛好痛哦，我要打他，我不应该穿鞘刺。穿回去，他好凶哦！哎，哇，很远很远，很远很远，很痛哎！哎咻哎咻，哇哦哦，难怪行船遇到这个就秒死哎！哎，出了出了，哎咻哎咻，哎吸到了吸到了，出了出了，哇、哦、三叉戟，不要跑，三叉戟吸到了，呵呵呵。有了有了，三叉戟一根，然后还有鹦鹉螺壳一个，目前我还差七个，好多、哦，我的天哪，七个会不会太多了？而且他把我船射爆了，哎、欸，我捡回我的船了，哇、哦，小僵尸有船啊。捡回我的船了，我看一下
这里面这一个设施是不是有东西？没有，就是沉思而已。好好好，回去，就是沉思而已。又有一个鹦鹉螺壳的，不要走，鹦鹉螺壳的太帅了。哎呀，我本来想说把这里挖开来，让他们出来的，让你们出来有没有？哎，可以。然后我离开这里远一点，让你们好好的生哦。又有来了，又有声音了，犀利犀利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没有啊，没有拿的就不会掉啊，有拿的才会掉，所以一眼就知道它会不会掉有没有？我们再划着船去找其他的地方，如果有两个点的话，我就可以这个点打完再跑回那个点，这样子来回跑动，然后很容易就可以打到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找到的话，我就要用蹲点的，把船开出来蹲点。我发现一个沉船欸，它的船杆竟然还露出来了欸。我们应该要靠近一点，再潜下去。这个潜下去有点危险。哦咻，我们来了，没问题，我潜。哦咻，哎咻，我开，这是什么烂东西呀？哦咻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最好的东西一定是在船舱内，这里。哎咻，哎，果然有好东西，怎么可能都是烂的嘛？等一下把这个烂的还给你，我要死了！哎，好像没有扣很多血，难不成我的这一身保护连氧气不足，扣血都不会扣这么凶哦？就跟上一次的中毒一样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了，我们再潜下去。虽然根本不一定要拿这个，不见得一定要拿这个宝箱，我们还是把它拿走。好了，拿完了。看一下，没有氧气，扣多慢？没有扣很凶欸，真的没有扣很凶欸。大概抖动的效率没有很高，是我的头盔有没有啊？我以为我的头盔有什么水下呼吸之类的，也没有，是不是该附一本呢？附在我的头盔上面，这样我就水下呼吸，我就不用紧张了嘛。甚至没有海灵核心，我也可以直接去打了，对不对？船舱下面还有一个箱子，藏宝图又一张，空白地图啊，拿不起来了。看一下这一张藏宝图有没有离我很远。感觉好像没有欸，我们坐船过去开一下好了，就在上面一点点嘛。开起来了，真的没有离我很远，马上开欸。欸，这里，等，我的目标还是杀沉思啊，这里面感觉有很多沉思，目标还是杀沉思啊。哎咻，先把这里挖开来，沉思我们来了，有没有很开心？解救你们！哎，没有拿那个的，没有的不杀、啊，没有拿鹦鹉螺壳的，杀了没意思啊。鹦鹉螺壳啦，我要鹦鹉螺壳。先不管沉思了，我们先来挖宝藏，宝藏就在这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淘金乐来了，在这里是不是？好像到了，淘金乐哦。在这里是不是？我开始挖。没有。哎呦，大范围淘金，这样还没挖到哦？真的还假的？那不就在水里面了？哎，找到了！哇、哦，挖到，整个地方都快没了，有没有？为了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到底为了什么？其实可以根本不用挖嘛。海灵核心我已经有了，我为了什么？我忽然觉得要拿海洋之心超简单的，反而是鹦鹉螺壳比较稀有吧。海洋之心去找一个藏宝藏，挖一挖就有了，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。
有问题的是鹦鹉螺壳。哎、欸，我沉下来，真的有看到箱子哎、欸，只不过这个箱子不好拿而已。哎咻哎咻，上面压住了。哎、欸，里面有鱼饵，然后煤炭，一些小麦。我受伤了，我受伤了，受伤，赶快游上去。里面真的有箱子，然后真的没有很好，真的蛮废的。哎、欸，我要我的船被沉尸打掉了。哦咻哦咻，我赶快走，我先游进去好了。哦咻哦咻，游游游起来，游起来，先上岸。哇，他们很凶哎、欸，沉尸真的是逆天的存在，有没有？马上把我船射爆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哎呦，到底有没有中啊？他都不肯浮出来，有没有？我应该要骗他出来，骗他出来，然后再用这一把刀跟你砍。哎、欸，可以了，有了。他有掉吗？有掉吗？哎、欸，没有。我秋风在深海里又发现了一个藏宝图，我也是同一张藏宝图吧？看一下看一下，原来这个宝藏这么不神秘哦，大家都知道藏哪里。哎、欸，感觉好像不是同一张哎、欸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感觉好像不是同一张哎、欸，这年头的藏宝图这么多哦，哎呦！哎、欸，很近哎、欸，很近很近，在这里。哎、欸、哎，不是同一张哦，我还以为藏宝图都是附近的就显示同一张，有没有？原来这附近宝藏那么多哦，感觉就在这附近了，宝藏泛滥了，有没有？来挖看看，应该是在这附近。哎、欸，挖到了。这个好挖多了，有没有？宝藏泛滥，有钻石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直接开采到蓝冰了耶、欸！这里就有蓝冰哎、欸，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坐蓝冰船？蓝冰船用翅膀飞还嫌不够快是不是？还想坐蓝冰船？哎、欸，秋风又发现另外一个小房间了，这个小房间看起来很完整，很高级耶、欸！哇，一跳下来就有人，很完整，很高级耶、欸！哇哇，忽然发现我周围还蛮多人的、欸，开着我的小船，射死你们！开着我的小船有没有？哇咻！哇，结果这些沉尸都没有一个，都没有一个，有鹦鹉螺壳哦，这么可惜哦，在外面绕了好久，结果那个沉尸，野生沉尸超少哎、欸，我想说到了晚上会比较多，结果也没有哎、欸，除了建筑物那一波出来之后，之后就几乎没有了，有够少，而且他们都没有拿鹦鹉螺壳，就一开始的两个，目前只有两个，还有六个哎、欸，我回家做一个沉尸生怪塔好了，真的是哎哎哎呦，差点摔下去。